说一声再见，因为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你。Hello， 各位好朋友，我是小龙女龙婷啊。在今个星期呢，我哋都会有直播，希望你哋可以嚟支持一下我啦。咁好快都要去北京啦，咁呢系啦，做一次可能。好久都冇得翻嚟做 YouTube 直播俾大家啦，希望你哋过嚟支持我啊！多谢各位好朋友，我是小龙女龙婷。那么，再做一次两次 YouTube 直播呢，我就要去北京了，可能很久都不能做广东话的 YouTube 直播给大家，还是希望你们可以来支持我，感谢你们，我们直播见。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，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。这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，我不能答应你我是否会再回来，不回头，不回头地走下去。